象数是我国古代著名哲学书籍《周易》的一脉分支学术，以观察人的面貌、五官、骨骼、气色、体态、手纹等，来分析推测人的吉凶祸福、贵贱夭寿。唐宋年间，一位叫易建真的民间相师，通过总结前人经验和实践摸索，将相学发展至巅峰阶段，编撰了一本神奇的面相学奇书，取名《易家相法》，世代相传。凡我易家子孙，沿袭此书，即开天童眼。来到，小伙子，你两耳后贴，白手起家，尚无依靠，全凭个人。此次到访，可是为事业进退而熬啊！大师，厉害厉害！我这次进屋什么都没说，你就知道我为何而来，佩服佩服。我易家乃相法世家，这就是我家传习了500多年的相法宝典。我的祖先从唐朝的时候就给皇族看相，后来掌权者更迭，流落凡间。想我12岁就开始研习相法，至今已有20多年了。准就对了，不准就不对了。不愧是相法世家，这么小就开始研究，就开始学习了。子女问题，事业问题，姑娘，可是为情所困呢？印堂发亮，枕头发红，最近财运不错吧？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此生必是大富大贵之命。就在东南方向，小3岁的最合适，躲过此劫。我观你双眼有神，双耳垂肩，以后不愁吃喝，顿顿有肉。儿子，今天新店开张，爸爸太忙，你自己上学去吧，好好学习，晚上回来呀，爸爸给你做肉吃。爸爸，你什么时候把易家相法教给我呀？啊？到时候我就可以像爸爸一样给别人看相挣钱了。爸爸不用你，你只要好好学习就行了，啊，快去吧，别迟到。嘴唇发紫，这次考试肯定是凶多吉少啊。
看看，这下不黑了吧？罗金荣，以后别听他瞎胡说，听到没？听到了。去，先回去吧。走吧。念祖，告诉我，从哪儿学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老师，这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是我们家祖传的相法。听谁说的？瞎说。哟，又是这小家伙。怎么了，李老师？李老师，我正好跟你说呢，这是昨天他交的美术作业。老师，给您添麻烦了，您放心，回家呀，我一定严加管教这小子。念祖爸，是这样的，家庭教育对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是是是。希望你呢回家对孩子的成长多加关注，然后以后负起点责任。好好好好好。行，念祖跟爸爸回家吧。哎，谢谢老师。行，再见啊。老师再见。念祖，你真想学瑜伽相法吗？嗯。好，那这次考试如果考第一，爸爸就教你。先生，给我们孩子看看。这孩子耳高过眉，长大必是聪慧之人呐。我家孩子可聪明了，小九首背的倒背如流。孩子，七七，49。快帮我看看，我长大后能不能当大明星？我爸说了。看相是泄露天机的事。我若不受你恩惠，你我便有了因果。今生来世不一定用什么方式还回来，我倒是无所谓，但对你可是不好啊。如果你说得准，我就把这块新买的橡皮送给你。名气看眉，我观你眉清目秀，以后定是颇有名望之人呐。我观你眉目清秀，以后一定是个颇望，哎，反正是个有名的人。这是你的了，我妈领我去算命的时候，大师也是这么说的。哼，他负责探相，我付了收费，东西都得我。祖哥，我长大以后能不能有钱？又是倒数第一啊。不是，倒数第一也是第一啊。兄弟，我观你耳高过眉，眼小藏光，精力旺盛，智慧过人。高考虽有坎坷，但只要足够努力，还是可以如愿以偿的。切记，切莫眼高手低，好高骛远呐！妈的智障！废话，这还用你说？哎，哎哎哎哎！
又走了一个。祖哥，不是我说你，你该扩充点知识量了，再这么下去点卡都买不起了，还咋打魔兽？我去，哎哎哎，你干嘛去？七点还在打副本呢。哎，你等等我。还有啥？胖子，给我打个幺鸡呗。哎呦，大师，你到底看出来啥子没得嘛？从你的掌纹上来看呢，偏财运顶好。正所谓无名指下十字纹，与生俱来偏旺财，赢多输少。心灵手巧，貌似异性缘也不错呀。一般有男人的橘子，你都比较受益呀。哎，算得太准了嘛，简直了，太准了，太准了。那行哈，不用找我哈。今天那个小阿姨挺正点的啊，差不多你俩就处处吧。你不介意啊？我妈都走了那么多年了，你一个人啊也挺不容易的。哎，看在我这么懂事的份上，再教我几个知识点呗。混蛋，高考复习那么紧张啊，哪有时间整这玩意儿？赶紧吃，吃完复习去。咱家那是相法世家，学不学习有什么用呢？反正我早晚都是要继承祖业的嘛，你倒不如现在就打好基础，开始的越早，资历越深嘛。谁让你继承祖业了？咱家祖宗当时那是没事干，学习又不好，没出路才吃的这碗饭。你现在学习条件这么好，不靠学习改变命运，净心思这些没用的。我告诉你啊，我不用你传承祖业，你能够顺顺利利考上大学，就算光宗耀祖了啊。传的相法，凭什么你能学我不能学呀？说不让你学就不让你学，再让我看你封这本书，我打折你的腿。你好好学吧，只要你能考上重点大学，我就把这本书送给你。
别冲动，我错了，我错了，不要，不要，我错了，不要。为什么骗我？为什么骗我？哟，忙着呢，于大师。哎呦，刘 Sir， 哎，什么风把您吹来了？这不，刚发协查通缉令，挨家发去。此人面相不善呐、啊，倒八眉，三角眼儿，不是强盗就是土匪。颧骨尖削，鼻子无肉，印堂一道破印疤，典型的心狠手辣偷钱花呀、啊。大师啊，通缉令都出来了。您说啥都是。那他要是犯事之前我说这话，不也没人信我不是？行，大师您神通啊。我说大师啊，您就给您家老祖宗吃这个东西。我家老祖宗啊，都是三高走的，清淡饮食对他们有好处。主要是我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还得攒钱给儿子娶媳妇不是？老祖宗们呢，会体谅我的。哎，对了。这念祖大学快毕业了吧？来来来，下课半小时，只能看五位。后面的同学，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师兄，我想问一下，就我上铺那货，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钱还我？满面红光，鼻头发亮，估计很快就能还给你了。那很快是什么时候？哎哎哎哎，多问得加钱哟。师哥，我们仨一个问题，一起问。说吧。我们仨刚报完雅思，能不能考上？只有一个能过，只有一个不能过，一个也不能过。你们仨只能问一个问题，我要是回答了，你们就得加钱。你们看是加呀，还是自己悟啊？师兄，我就十块钱，能不能帮我看看我追那个小妞能不能追上，交个朋友？行行。滚！我没有你这样的朋友。这个爹疼的还是干爹疼？这位呀，应该是妈疼的。研究生面试的时候，我见过他。就郭盼盼，是今年刚考上陈院长的研究生，是高氏集团的千金二小姐。千金二小姐，她还有个姐姐叫高天天，是世界级的珠宝设计师呢。珠宝设计师，而她妈呀，就是那个六十要比三十岁还美的冻龄女神。咋知啊？冷淡吧，是乔楚红。那他这车确实是挣到来的，哎，估计咱们学校的男生啊，又得疯一批了。哎，老板，你还都磨的棉呢？正在被攻击。你说什么？棉？你也开始用磨子棉呢？来来来，兄弟，你给我出来，来来来，你给我念一下这上面这几个字。你家面馆吧，不是？那像让你吃了，那我起你想了，你那责任太高化了，总是轻而无赖人啊。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怎么样，兄弟？
味道还行。哎呀，马老师，就是你们那村的面馆装修啊，跟我们那儿不一样，搞得跟个棺材铺一样的。嗯。哎，兄弟，这面20，你再给我10块钱，我给你看看相咋样。不准不要钱。哎，叔叔叔，哎，啊，不是，叔叔，你这是干啥呀？干啥？你说干啥？毕业一年了，还赖着这不走，当钉户呢？那也不能强啥呀，不是？再通融一晚，就一晚，一会儿。我俩是找地方去，不行不行，研究生今天报到，没有你俩地方，赶紧走。咱俩绝对不能失去校园这块市场。换句话说，出了校门，就你这两下子，也够呛能立住。要不咱俩也别在这死挺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得了。哟，咋回来了呢？混不下去了吧？爸爸，我错了，求求你收留我吧。你说，你跟你家老爷子一年多没见面了吧？他不找你，你也不找他，也不是回事儿啊。何必为了一本破书闹得这么僵，不值得。要不，咱俩回去看看。你就不要打去我家的主意了啊！第一，我们家没有那么大地方，住不下你这死胖子；第二，那不是破书，那是我们一家祖传的相法。但是他不传给我呀，害得我只能大量参考旁门左道的信息来蒙骗学弟学妹，遭受内心的谴责。我现在呀，每花一分钱啊，心里都恨他一次。咱俩还有多少钱？唉。正好250，得，先找个地方对付一宿吧，想想出路。哎，高攀攀，我爱你，高攀不上也顶你。高攀攀，我爱你，高攀不上也顶你。美女，虽然你长得漂亮，但是小叶我今天心情非常不好，麻烦你让一下好吗？叶大师。啊，对，是我，怎么的？一年组。嗯，你认识我？爸，你做的炸酱面最好吃了。臭小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嗯。整形顾问。啊，就是来给做整容的人提一些又能变漂亮又能有福气的指导意见。你的医院呢？嗯，家里的。我打算把这家美容院出队。现在这种经营状况确实很头痛，但是妈，这毕竟是当年您和爸爸白手起家的产业，兑出去是不是太可惜了？有什么可惜的？如果当初他还念一面之情的话，就不会撇下我们娘仨不管。潘潘，你看，这是爸爸建的医院，喜欢吗？喜欢。那等潘潘长大了，爸爸就把医院送给潘潘，好不好？好的，说话说话。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再出。凯文，写个出队消息，美容院出队，350万就可以。妈，对给我吧。
虽然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但我会坚守我们的约定，管理好这家医院，等你回来。大家都说说吧，有什么建议？搞促销啊，打玻尿酸呢，打一针送十针，反正咱一库房呢，早晚都得过期。然后呢？然后这个我的思路，对了，然后他来了不就好办了吗？哎，然后我们的销售人员就能嫁接一些其他的项目，这多完美。销售人员呢，有什么建议？哎呀，高总，我们已经没有销售人员了。要不，咱们请个面相师来做做活动。你怎么就能确定我可以胜任呢？意念组嘛，大学城里谁不知道你啊？我有什么信不过的？你找面相大师干嘛？给省城医院当顾问啊。这点子不错啊。不错是不错，可是就是找不到靠谱的呀。这不刚给我打电话，开口就要50万，这不是吃人吗？听他们说有一个叫意念组的面相师，在学校吃的还挺开，就是你们学校的。我们学校的？一个学生能有什么能力？再说说出去也没有说服力啊。但是他便宜啊，潘潘。我再考虑考虑吧。还考虑啥呀？难得人家高总这么看好你，你就从了得了。也好，那你考虑好了联系我吧。我不用考虑，我随时都可以。待遇嘛，高总看着给就行。等，找二寸账不？姑娘，你给我念一下这上面这几个字儿。一家香馆啊。来，看这儿，看这儿，好嘞。大爷，这能行吗？你大爷在那屋呢，跟我这大哥就行。哎，这能行？咋不行呢？咱俩加个微信，我给你发过去，你回头再美个颜啥的，然后找个能彩色打印地方打出来。一般照相馆哪有这待遇啊？20。怎么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呢？姑娘，这个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儿都是合理的。你要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儿，那只能是我们的内心。等你们的消息，拜拜。祖哥，你考虑个啥呀？咋的？一心不动啊？反正咱俩现在就250，你呀，迅猛考虑吧，不然呢，咱俩就在道上考虑了。明天陪我回趟家。值啥波？昨天有个看算命进来照相的。别说，您老也太有思想了。早先呢，我看咱家店名，也看错了好几次。原来您老啊，是为了产业多元化呀。这要咱要再加几个字啊，还能扩大经营呢。叔，念祖给您买的酒。
整点啊。马上马上。哎，哎，马上马上。哎，咋寻思回来了呢？想你了呗。昨儿念祖做梦，嗷嗷哭，喊爸爸。我这一看，这不行，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亲爷俩有啥说不通的呢？我就把他给您送回来了。来，叔，祝你们父子团聚，干杯！错了，这杯我敬您，感谢您对我的养育之恩。说那干啥？有房吗？身份证。王大，那住不了。张磊，人家把约会了，高兴了，高兴了。哎，这来来来来来，哎，我看我叔这些事没喝多呀。看着我，哎，咱家保险柜钥匙你藏哪儿去了？赶紧告诉我，我要学相法。相法。啊。相法。相法，光考上大学还不足以，得上到研究生，才能明白里面那深奥的道理。爸，你别再拿小时候那套糊弄我了，行吗？啊，快说。从小就研究各种术，小学的时候也不知道哪个小王八蛋看相送了一把锁，那把锁我真喜欢。哎，行了，别逼逼了，赶紧整吧。吹毛线呢，小爷这技术全世界也没有几个比我强。老板人呢？续租钱还没交呢。哎呀，明天早上再说吧。这老板心真大。哼。明天早点我去图书馆，找个安静的地方，认真读一下《一家相法》。
凡我一家子孙研习此书，即开天童眼。刘三儿，你那营业执照办没办下来呢？我这店名不行，真要改名呢。老哥呀，赶紧的吧，再不然呢就得关门了。就咱这景点哪有无证啊，可得抓紧了。好嘞，谢刘三儿。走了啊。不行我坐会儿。不了不了，我还得挨家看一下。没事来啊。好嘞，走了啊。都想办执照，他也得有人给我批呀。辛苦啊，陈大哥，辛苦。我们这行就是起早贪黑，就是辛苦。哪像您呢，一天溜溜达达，轻松自在，你就把钱赚了。要不然你也干个试试，我能行啊。哎，干这行是不是得有个法号啊？给起一个，起一个，求你了。你是收费的，起一个，起一个，免单，免单，免单，起一个，起一个，求求您，求求您。钱大叔，要不然叫千亿怎么样？千亿，哎，这个名字好啊，千亿啊。新来个小目标，挣他1000个亿。来来来，给他加一个大果子，加一个，加一个，谢谢谢谢啊，要总来啊。人呢？不知道，出去了吧？你先去吧，我在这等会儿。嗯。要不然的话。不交租的话是不给咱留房的，反正去图书馆的地方我也就是看姑娘去吧。行，有事给我打电话啊。啊，哎不对，没事别给我打电话。哎，去去去。怕我走火入魔呀！咱正在旅馆的老板挂了。啊？挂了？要是那天答应高攀攀，咱们说不定就住在公司宿舍了，哪至于受这份惊吓？你咋知道人家有宿舍呢？净在那想当然。我想什么当然？那一切皆有可能嘛。要我说呀，你也不用学完了再去找他，咱现学现卖就行。实在不行，就照着书顾问呗，说不定啊，还更有说服力呢。喂，说吧，易大师，有什么要求？干我们相师这一行啊，清心寡欲，对物质方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薪水跟罗金荣一样就行。再一个，考虑到咱们城市现如今的交通状况啊，为了工作方便，看能不能就近给安排个住宿。就这个要求？那个，还有，能不能提前预支半个月的工资？没了。啊，没问题，
你们的要求我都能满足。嗯，接下来咱们谈谈工作上的事儿吧。高总吩咐。首先，我要对念祖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包装。为了符合你的大师身份，以后卫衣、牛仔裤这种东西你就不要再穿了。你的风格应该是这样的。罗金荣，你利用最短的时间把行业数据重新整理一下，以及所有省级广告商联系一遍，晚上把报价发给我。哦，对了，顺便给那些资深老员工们普及一下你的营销理论。进来看看吧，这间房间你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楼下有早餐，对面就是轻轨站，非常方便。谢谢老板。那你们收拾收拾，早点休息。谢谢你，这么晚了，回去的路上注意安全。我今晚不走，也住在这儿。啊？那你住哪儿啊？想什么呢？我在隔壁住。哦。那你俩早点休息吧，我先走了。记得把广告商资料发给我。好嘞，你就放心呗。明天全程我要看见意念组的海报，就这样。嗯，再来一杯。嗯，山能力强，爱的人家直发狂。想怎么整啊？大师，我是一名歌者，我在酒吧蛰伏了很多年。我想从昏暗的夜场走向璀璨的舞台。哦，就是想出名呗。必须的。那你给我唱两句，我看你具不具备出名的条件。那没问题。端午星披阴阳，日月掌中藏。披阴阳，日月掌中藏。看六合测风水，乾坤玄。成名最主要看眉。你看你这么大一张脸上，只有那么一双浅淡的眉，浅气质。同时呢，眉毛浅淡也代表你性格清高，有点不懂人情世故。你应该纹一双这样的。这本就是我家祖传的看相秘籍，已经500多年了，毋庸置疑。是吉是凶，众生相，全凭灵魂嘴一张。古语有云，凡帝王将相者必有旗鼓冠顶。那你就去整个伏羲鼓吧。问父在鼻，鼻为土，土生金，厚而丰隆则必富。你去整个这样的鼻子，保你发达。这鼻子怎么眼熟呢？好像王祖贤。就你这底子整不成王祖贤，
能比王子兰强点不多。这孩子不像爷爷，不像他妈。大师，你给我俩看看呗，我俩到底啥关系？能不能给这娘们改改相啊？你敢动我一刀试试？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变得温柔一些？我想变成孙燕姿。我想成一个非常有力气的面容，有经久不衰，一直一直有力气。大师，我想整整。就是那种，哎呀，一个客人呢？哦，那进来吧。您请。你好，亲，有什么需求？只要跟现在不一样就行。跟现在不一样？你把口罩摘下来。感冒了，别传染给你。没事，隔着十万八千里呢，传染不着。那你是想往哪方面的福气整呢？平平安安，衣食无忧。那你这个钱可能要花不少。大师，我就剩一万块钱了，能不能帮帮我？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正好呢，我们医院最近有个活动，如果说你可以给我们做整形模特的话。好。哎，你头抬起来点，头往上抬。哎，小李，你往边上点。干嘛？抬头。哎，行，就这样吧。小李，赶快带他去手术室，不能耽误了。跟我来吧。照这么下去，咱们公司这个月的营业额一定会刷新最高历史记录的。谢谢你，念祖。能帮上你啊，我也觉得很荣幸。都说你们家那个相法挺厉害的，到底真的假的？听说过这样一段话吗？如果说一个人啊，做一件事儿，做了3年以上，那就不用质疑了。这个事儿如果不赚钱，那他肯定早就不做了。而我一家相法那是从唐代传到现在，传到我这儿已经第20代了，你说准不准？那你给我看看我的面相怎么样？柳叶弯眉樱桃口，凤鸾卧眼鼻玲珑，额宽颊窄肤如玉，一点清致藏唇边，好一副红颜祸水的面相。看够了没？
今天没太像书，说的呢可能不太全面，但是能肯定一点啊，下巴回兜，这是顶好的福相呢。你这是说我地包天呢？哎，我哪敢呢？说真的，你这个真是福相，用我们行话叫什么呀？叫兜财的篓子。来，哎，干杯。喂，死胖子，上午帮我请个假啊。你好，爱丽丝珠宝国际奢侈品牌，欢迎光临。现在想请胖丹介绍一下，看看这款钻戒呢，咱们家最新推出的，这是咱们家今天主打款万丽江典系列的天主之翼，这是国际设计师殷罗强先生设计的。像这款如果说作为求婚是非常合适的。先生是要和女朋友求婚吗？像这款造型非常独特华丽的，送给女朋友，女朋友一定再看看。好好。哎，我看你好眼熟，你是不是那个易大师？啊，真的是吗？哎，大家快来呀！我看到易大师的天童大师，快来给我拍好了，快来！爱丽丝珠宝国际奢侈品牌，欢迎了解，这边请。您好，欢迎光临爱丽丝，达钻石财宝。先想了解哪方面的，帮介绍一下。可以看一下这面的话，都是咱家设计师款。看一下喜欢哪个，可以拿出给您看一下。哎，这个。好的，稍等。这款的话是爱丽丝的设计师款，天童之眼。看您眼光特别好，就是它了。多少钱？这款的话，售价的话是5888。哦，少了一车呢。这个臭小子。那回来我怎么收拾他？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易大师，您忙着呢。哟，千易法师，什么风把您吹来了？老衲今日游历至一整形医院，看到一后生正打着易大师的旗号在外招摇撞骗，特来告知。贫僧顺便拍了张照片，不知易大师可认识这位年轻人？啊！最近大家呀都辛苦了，因为易大师的加入，咱们公司的业绩呈现了几何倍数的增长。今年年底分红，咱们大家人人有份。好，念祖。这一杯我敬你。哎，谢谢。哎，咱们玩个游戏吧。那就玩吸星大法吧。
飞在花丛中呀，飞呀，啪啪，飞呀！哎呀，你还真打你啊！疼了，哥，疼死我了！再来，再来。他俩呢？这好漂亮呀！潘潘，一直以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也不知道该送你点什么好。这个，据说是什么国际名牌。小爷了，大爷的，在我床上抠脚，是啥？哎，你别抢！哪来的？嗯，对，保险柜里借来的。你傻吧你啊！哎，他居然能把这些书跟一家相法锁在一个柜子里，可见他对这些东西的珍惜程度了。你把他顺了。回头他找不着，他肯定怀疑到我头上啊！哎呀，不可能！你又不是没看在这个盛况。行，出了事你自己跟他解释去啊。中。我爸今天给我打电话了。啊？发现了？哎，不知道，我没接着。这一下嘛。不行，明天呢得赶紧把一家相法复印一本，找个机会把那本给他还回去。祖哥，如果你家老爷子真的发现了，你觉得你还得回去吗？哎，你还在这干嘛呢？滚回你床上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哎。看来他已经一点办法也没有。下面插播一条协查通告：春景，男，24岁，本市人，1992年12月31号出生，身高1米72，短发偏瘦，两眉之间有。这几天千万不要沾水啊，一周之后再来复诊，这次手术一定会很成功的。哎，小李。哎，张医生。看张院长了吗？没看见呀，你找的什么事啊？啊，我想把这相机送到咱办公室啊。哦，院长倒是没看到。晚上有没有时间呀？一起吃个晚饭。我手机好像落那屋了，我得赶紧去取。哼。这么迟迟的不肯离开，是不是有什么人让你放心不下呀？装什么正经人，盯人家半天了。你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的？我找意念组。意念组在哪儿？念组呢？是，先别激动，先别激动，我现在带你去找他去。春景的人生开始了！一大清早你哈哈哈哈哈哈，你大呀你哈哈！
这书是我拿的，你要是不给就拿回去吧。龙虎豹是罗金龙拿的，你自己跟他要吧。至于吗？偷书是我不对，但也是因为你不肯传给我一家宪法，我才出此下策的。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祖祖辈辈相传的宪法，你就不肯传给我呢？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呀？什么祖传的？这他妈是骗人的！当时没有人认心理学，我又要照顾年幼的你，不能出去工作，情急之下才给心理学换了一套本土的外衣，开了面相馆。也是天助我，逛早市的时候偶遇了这本跟咱们性能搭上的相学古书，从此用它给自己镀金，编撰出祖传相法的谎言，骗取别人信任。我早就想告诉你实情，可是每次看到你会因为想学相法而努力学习的样子，我真不忍心。我想用这个引子激励你学习，也未尝不是件好事，所以才……可我万万没想到啊，我骗了别人，也骗了自己的亲儿子。这么多年，我总算悟到了，相是由心而生，什么看相、改相，那都只是辅助，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人只有内心向善，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你还跟我来这套吗？假的是吧？那你给我解释解释。我小时候，一个年轻女孩刚一坐你对面，你怎么就知道她是为情所困呢？她那么小的年纪，你认为她会因为什么事情一筹莫展呢？情感失败的机遇，那得占80%啊。那还有那个男的，他什么话也没说，你怎么就知道他是来问事业的？他也有可能问感情啊。如果是问感情，那应该是两个人一起来，他满脸希望，而且是一个人来的，一定得往事业上说呀。再说了，男孩子一般都不信这个，尤其是感情，所以猜男的一定得往事业上靠嘛。相信，如果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你怎么可能次次都蒙准呢？我也有蒙不准挨揍的时候，我能让你知道吗？我骗人骗了半辈子，虽身不由己，却也是自甘堕落。可你呢，横拔了竖挡，按都按不住，就非得学，非得学，今天还拿出这个东西出来搞事情。一旦遇见明眼人，你丢人是小，你承担法律责任是大呀。念祖啊，听爸话，赶紧辞职回家，找不着合适的工作，爸养你，可千万别在这惹是非了啊。你这个骗子！念祖，祖哥，thank you.
什么？看看我是谁啊，就你让我纹个明星梅啊，我老板要给我长期签合同的，这样好就直接给我解约了，把客人都给吓跑了。明星梅这样好，真他妈明星了。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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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念祖，念祖，快点来人呐！念祖，念祖，你醒醒！念祖，去把所有经过一大师指导的客户资料都给我，晚一点我们核算一下赔偿细节。好的，高总。喝点水。他们是假的，都过去了。我是何无师弟，请你来他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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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在哪里？这美丽的爱情美得很伤心，伤了谁？谁又在哭泣？你在这个夜里，在我的梦里，我在你的梦里，不会不会醒？这残缺的爱情该如何继续？会不会就这样放弃？要多久爱才能证明？要多久你才会相信？要多少杯去珍惜？我错了吗？有多少爱藏在心里？有多少痛不会忘记？有多少爱过后破碎了的心，在夜里？哎，叔，这家面线馆准不？多少钱一次？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你有了看相的钱吗？不如买几本好书，好好学习才能改变命运。神经病。喂，叔叔。你别怪念祖了，我对这件事情负责。我喜欢你美丽人的眼睛，这美好的回忆永远在心里，回忆里不会有伤心。这是上次你们去照相馆照相拿来的道具，他们给送放那儿吧。虽然还没到开公司的日子，但是医院要出队了，先把你的费用结算一下。
这钱我没脸拿。他还好吗？潘潘，对不起，我不知道一家宪法是假的。哎呀，哎，潘潘，我爱你。嗯，不错。虽然淋了一次雨，但是恢复的还是完全不错的。来，看看。但是这个不是最后的结果。三个月以后，等它完全的吸收、代谢掉了之后，会比这个更漂亮、更自然 ，perfect。哎，对了，我得跟你说几个事情啊。杨医生，搭你个顺风车呗。我的照片在哪里？照片我没打印出来，在我们院长向杰，不要杀我。院长办公室在哪？啊，谢谢啊。哎，没有啊。啊，谢谢啊。这个还给他吧。见过你啊，你谁呀？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本来我想安安静静的取出我的照片，可是你们却碍我的事儿。既然这样，告诉我，钱在哪儿？你不要伤害他，有什么事说。放开那个女孩！叔叔，还有我。老子看相是假的，功夫可是真的。箱子里边都是钱，你放了我们三个，那钱都是你的，我们就当没见过你，好不好？你个老不死的，你要是敢骗我，我第一个杀了你。没事吧，福哥？加油！哎呀，快给我解开！爸，你怎么也在这儿呢？快救我们！快救我们！福哥，小心后面！林总，爸，你们今天都得死！喂。
110吗？我发现那个通缉犯春景了，我怎么能确定？我看人脸看了半辈子，最擅长的就是观察细节。你管我干什么的？你快点过来，这个人很危险。啊！我错了，我以后不学宪法了。你要是高兴，我再去考个博。林总，嗯，你知道吗？不去招摇撞骗，就没有今天的这个结果了。这一切都是报应。前一段时间，我还在想，等你结了婚，我就关了这家面线馆，把这么多年蒙人的这些经验写成一本书，警醒世人，以后不要以为迷信，好好的靠努力过好生活，你说好不好？好，等你好了就写，我跟你一起写。爸，爸你挺住啊，一会儿救护车就来了。爸，爸，爸！本科中文系，那么我要问一下这位同学，研究生为什么要跳专业学心理学呢？而且还是犯罪心理学。我从小就耳濡目染，我的父亲如何利用心理学去分析人的喜忧祸福、贫贱贵富，从他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心理学方面的实践应用知识。之所以选择犯罪心理学，是因为……哎，好。好，来下一个。哎，别急，别急，都有啊。排好队，排好队。这么多人呢，都拖吧。拖么子啊？拖，我从农民工起来，项目经理，速度很慢，快点，不在我后面排队。好好好。哎呀，算了算了，你带我前面，带我前面。好，谢谢谢谢。哎，客气客气。你前半辈子父母无依，流离四方，财运不济，一直靠体力吃饭。生活一定过得很坎坷吧？那我后半辈子呢？后半辈子嘛，后半辈子你就习惯了。哎呦，我的命那么闷惨啊！也不尽然，你先别激动。如果你不想穷运半身，那么从今天开始，你就要改变你的习惯，每天起得早一点。学得多一点，做得多一点，少计较，少抱怨，拼尽全力做好经手的每一件事，命运即会改变。My heart's going down, it told me this girl gotta be the one. How could I say love you after all? 哎，拿好。来来来来来。这边走。好的，左先生，哎，大两碗牛肉面。好嘞。潘潘，怎么样？面试通过了吗？你先给我通过了再说呀。Let's hit it off. I'm gonna say this verse.Facing the end, but I have to this time. Oh, baby, just say yes, or I'll be broke down. Don't you say you're sorry, but baby, no case left. Don't you say anything? Can we all in special time? 请问你对面相学有了解吗？没有，不太了解这个东西。我长得好看，没考虑过。没有，不太了解。还行，没啥太大了解，但是我感觉。长得好看的肯定命好呗。嗯，了解一点点。那你有了解，请问你都了解哪些方面？我了解面相学、玄学，就是财运这方面我还比较了解。什么某个位置主财运呢？某个位置主哪儿的？你们觉得那个整容可以改变命运吗？我觉得还是靠个人努力吧，还是靠这外在东西觉得不靠谱。特别相信那一点，改变不了。
我认为是可以啊，我信这个，我信这个，我信。改变一个人的面貌不可能改变他的命运吗？分人吧，你长得好看你得自己有本事，没本事也白扯呀。会改变命运，本人是学酒店专业的嘛，然后就会有一些同学个头啊、身高啊、长相啊不过关，然后导致他们在应聘的时候就没有特别多的机会。我觉得女孩子是可以通过整形来改变命运的。那你觉得面相学是属于封建迷信吗？不属于，它是还是有科学依据的。不是，我觉得它是学术吧，像易经那些东西，周易什么的。就比如说国外那个星座，对吧，都是属于这种那个统计这方面的，就是大多数人他们总结出来的。我感觉这方面它毕竟是老祖宗传承下来多年的一种知识。我也整了。你整哪儿了？我牙、眼睛都弄了。你是因为想改变命运才去整的容吗？嗯，对，感觉这样能好混点吧。那确实好混多了。之所以选择犯罪心理学，是因为我还想演续集。易老板，您忙着呢。哟，千亿大侠，哈哈哈哈，里边请，里边请。哟，这么大蛋，什么鸟下的？能吃吗？无理呀，没吃饭的吧？来，一起。拼拼什么拼呢？你现在是大侠，不是大师，能吃。能吃，能吃啊、哦！那我就吃点儿，来来来，好好好，再吃点儿。易老板，你打算什么时候把真相告诉念祖啊？等他研究生毕业以后吧。断五行，辟阴阳，日月掌中藏，看六合，测风水，乾坤秀中装，无论是东成西就还是南来北往，是福是祸众生相，难逃天通眼一双。老求瘦，弱求强，久病求药方，男问路，女问郎，迷茫问方向，无论是人间险恶还是世态炎凉，是吉是凶众生相，全凭玲珑嘴一张。一念地狱，一念天堂，全都是一时糊涂，一时荒唐。